参谋部长李兆星等，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组部部长曾庆红，中央军委委员、副总参谋长、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，中联部部长戴秉国。